神器大叛小友没有从现在啊，不错，是先生来小友不妨以手势示意。决定了吗？不惜以这样的姿态，也要继续存在。你所付出的代价，连我也无法想象。在遥远的未来，在时间的尽头，未来如何作想，如今谁能预知？我只知若不如此，明日我便会后悔。是吗？为了将他彻底解放吗？亦或是为了再见他一面？我无论如何都要再见他一面。曾辜负我的，曾亏欠我的，至少该。什么声音？我从前经常做一模一样的梦，但刚才好像我听到有人在说话。从这话中听不出。还有一段歌声。云垂各地，月里有别，小友这般神色，想是心中仍有许多不明之处，不妨上感星辰，下预知为啊。现在这么厉害，然江河无法判决命运之轮记载捏缸，也就而且搜、先生啊，这样谢谢会不然呐、端木就在隔壁整理三期的资料，你去找他吧。端木前辈。什么事？端木前辈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和罗盘的象棋会那么好了，我终于知道那些梦和幻象都是什么了。端木前辈，那端木前辈，你和三神器是不是也有什么关联？我找到过一些三神器的线索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难怪那个人会找上你。他吗？失恋那时，明月好像很喜欢这里的蟹黄汤包，我去给她带一份吧。我也去买些蜜汁凉糕。说起来，端木前辈为什么会喜欢吃甜食啊？你看上去不太像是会有这种喜好的人。你倒是看上去好奇心就很旺盛。哼，就凭你也想闻本少爷的闲事？
谢谢，谢谢帮忙，幸亏有您在。两位，这边上船。说起来，上次我们去听音乐节的时候没有要票啊。您说的是，平时确实用不着票，大伙都能听。但是每年音乐节的最后一天，是西族的一个什么祭祀，是个大海底下的要紧仪式，当然是只有得了他们的邀请才能去。那边的石头上有扇门，那是福星鸟居。嘿，这还是个景点呢。据说啊，它是从西族人的故乡，从福星之羽来的。听说穿过它就能到另一个世界，但也不知道真假。前面就是海螺居了，两位要是方便，麻烦给个好评。是圣女大人的朋友啊，真是罕见。那天他和那个人对抗，脸色很是苍白。为与明火相抗，动用未修成的术士，自然有代价。明月是为了保护我们受伤的，我不放。有守卫在。哦，我懂了，千机的意思就是可以变来变去吗？端木前辈的变身术果然有效。搅扰吾之安睡，擅闯者退。哎，有人。是我的一个故友，走。过去英雄。然而今日之午，朝文先祖与海辰阴先祖当年纵已死别。是吗？那是乐师大人又在研究什么歌？端木，你怎会在这里？世子。西族世子西风，之前认识的朋友。我还以为。谢谢世子的衣服，是圣女之名。世子放心，我会的。不过在大多数族人千哦，或许每一个西族人虽未亲眼，可听上去福星之羽的美丽，海神珠正是。没问题，海音族曲不错，作者名为海辰音，这是自然。西族圣此刻时间尚早，一位在此地闲叙，未免辜负淡海之美，不妨尽兴游览一番，导游的工作就由我来担任。各位游客请看这边，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珊瑚台，这里就是享誉云垂，它是西族最重要的节日。传说西族人相信朝文先祖是他们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一千年过去，祭祀无法再被利用的。今天就是海神归去之日，晚间将上演西族的史诗。各位如果收到了西族的邀请，千万不能错过。故人已逝，花开花落，却仍如昨日。我去摘几朵花，祭奠一下。
美丽。我却觉得比起与所爱之人分离，难道世子你不不，明月就是这样失去了母亲。既然如此，你又如何看待呢？他们三人之中唯有花，但如果有可能，倒也未必不可能。依世子之见，端木觉得怎样才算是最为惨痛的爱？我对这些没有经验。人之七情大多相通，即便不曾亲历，也可说上一二。或许是遭受背叛吧。海神祭典每年今日，挺开心的。祭典在这片海螺的最深处，这里是大海的水底，真好看，和海面上的景象完全不一样。看，朝月姑娘也在那边。啊，那个人是谁？西族族长西宁谷，走吧，去打个招呼。原来是冒险家协会的访客。这两位是我的朋友。我族圣女年幼。父亲。族长客气了。明月连秦少师前辈也很喜欢。他竟成了那位秦少师前辈。外界自有千年前。倘若海辰因先祖终身囿于西域王。祭典已经开始了。我们一同为先人们祈愿吧。师兄，端木前辈，你们怎么？当然是来找。是祭祀了。困了。但姑，世子已经为两位在游人区安排了住处。两。原来还明月的居所在水下，请带上。世子请留步，这两位是。冒险家协会，海神给予祭状况如何？没有异变的征兆。那么珊瑚呢？珊瑚没有什么异样呀，已经快要把遗迹铺满了。您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嘛，时常吹奏伤心之曲，不是雪上加霜吗？对吧？
好久不见，我还有很多美食想和你分享呢。家霜吗？我的是。哎，才这罗霄。谢谢姑姑。鱼，别来帮忙。